凌晨2点的女生宿舍，我最近翘的鸭子，我跟我哥哥软磨硬泡了一晚，上他再给我的。哇，看着迷人的线条，请吃大腿鸡，先配上我的秘密，气给他们按摩一下。来，你一只，我一只。嗯，你有几只？还嫌你多是吗？来来来，非常稳。你也嚼了月香，不嫌你不馋。只不过这很便宜，他买了好几只呢。哎，对了，我跟你认识这么多年，你啥时候有个哥哥？嗯，不认识，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哥哥。啊？已经2点了，到底吃不吃呢？ 这大长线还吃了，来了，吃什么碗？就是这个，山西特产，又便宜，当当又可以当碗的碗团，吃起来超方便，可以放上面滑出自己喜欢的图案，倒上辣子，再盛一点香醋花生，这碗人间美味就最好了。口感醇厚，鲜辣爽口，回味无穷，好好吃啊！吃完了，我们去山西玩吧。山西的小哥哥一定很帅。凌晨2点的女生宿舍，来，你有一句，看我的，七号，哎，奶茶卷，拿来拿来，哇塞，你还真有。 太精致了吧！对啊，这你什么时候想喝都可以。祝品质太高了吧！这不仅仅只高还特别好喝，好香呀，喝一口。正值末尽期的蜜桃的清香加上奶茶的浓郁，太好喝了。拿钱打个闹我了，三号。凌晨2点的女生宿舍，下来下来，狐狸精，昨天学弟在楼下给你表白，你怎么没有去？佛系了，阿姨早已看破红尘，今天吃什么呀？怕不是因为他太小了吧？说到佛，正好给你尝到硬菜。佛跳墙，这可是为之乡的及时佛跳墙，采用5年老母鸡，上骨、猪筒骨熬制汤底，同时加入6年辽参、鲍鱼、鱼肚、蹄筋、文火熬制24小时来成。好方便啊！5分钟就能吃到中华名菜，
个，就这个呀。这个蛋糕可难买了，他还给我买了六种口味。我看看，还有你最喜欢的芒果。啊，天哪，哦，太香了。嗯，好多夹心，这是有多少糖啊？三层戚风，三层奶油，黑巧蒸酱也好吃，你尝尝。嗯，口感超绵密，而且还冰冰凉凉的，太好吃了，我还可以再吃一个吗？你吃着，我去谢谢学弟。凌晨两点的女生宿舍，狐狸精最近学弟老师没问他为什么，他就给了我这个鲜奶冰面包，面包还可以冰着吃，光听就很心动，有没有？这包装好精致啊，学弟也太会了吧！哇，里面满满的玉米葡萄，嗯。口感软绵香甜，可乐泡泡的绝了，你尝尝。还会爆浆哎，冰冰的可乐配上可可，一点都不腻。哇，伯爵琥珀里面是奶茶冰淇淋吗？还有珍珠哎，表皮松软内馅冰凉。嗯，别抢我的。算了，跟你吃了那么多，你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嗯，学长，我有两个非常好吃的面包，我来拿给你。对，要不起。凌晨两点的女生宿舍，养猪计划开始，下来下来，来了来了，想吃哪个味道？番茄肉酱。你今天有福气了，这可是米其林二星厨师研发的意面。你居然会做意面？这个超级简单，好香啊，我先尝尝。别动，等我装盘。那个不算重来，真的是色香味俱全。啊，味好纯粹，番茄肉酱的味道好棒。前面还有肉粒，吃完了我先上去了。吃饱喝足睡觉。凌晨两点的女生宿舍，我给你带了一样能让你夜不能寐的东西。哇，你也日思夜想吧，不过少吃一点会长胖。不会，这个不含淀粉，是纯肉肠。听听这美妙的声音，我已经忍不住了，来点秘密武器。太香了，嗯，肉质紧实，香脆可口，丝丝入味，纯属路上。好吃吧，自己口可以一次吃的爽。好吃是好吃，可是就这么长，我一次能吃好几个。没事，这一大包有十个呢，随便吃。真的吗？那我们开个直播给粉丝做福利。哎，对哦，那就下午四点，一言为定。凌晨两点的女生宿舍，睡了没？学姐让我给你的，这个学弟也太会了吧，你接受吗？我拒绝。哎呀，吃了再说，我拿一个。让我尝尝的都不能拒绝。哇，我想吃这个。你看这里面还有一颗颗的草莓。我尝尝这个。嗯，好吃的，这个味道也好吃。嗯，让我吃，要不我答应他吧。哎呀，算了，他睡觉磨牙。凌晨两点的女生宿舍，下来下来，来了来了。我去，你从哪里搞来的？这是学长给我带的他家乡的特产。这也太香了吧，肉还挺多的，肥瘦相间一点也不腻。我觉得我可以下三碗米饭，梅干菜有一点点甜，特别爽口，瘦肉比肥肉多，口味也一级棒。嗯，有些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说，学长也送了一盒给我。